上哪儿去？这是要买小汽车去。你这车是有年头了，都快掉皮，掉皮了。我朋友跟我说，他4S店到了一个新车，东风风行狂飙版。最主要他跟我说，能交99块钱，还能抵3000块钱的现金，这不多合适啊！而且还给个1880的车内装饰。我去了呢，还给我小礼品。一到这个地方，心潮澎湃的，是不是？新车香啊！太牛了！告诉我狂飙的，就这个昨天才到的，我就带10000块钱来的嘛。1800就行。这款是马赫发动机。那你别跟我说什么发动机，我不懂，你就跟我说它什么省油就完了。它综合油耗才6.6，1.5T，197马力。你说省不省油？我还真是挺省油的，我家的2.0的我感觉老费油了，1.5T 的我感觉够用了。它还有360度全景影像，透明底盘，再也不用担心在小路上刮蹭到车底了。正好我妈刚考完驾照，她对这个车吧还有点不太顺手。你整个这车360影像，它咋开都没事，安全。虽然车型不大，但是挺宽敞哈。降落了全景天窗啊，没谁了，视野太开阔了。这晚上看个星星，啥啥草原哈。俺俩在人坐着，你看多宽。不想再坐你那小破车回家了。交钱，安排。真皮座椅多带劲呢，这车家庭又足够足够的了。你是你腿短还是这个车空间太大？空间大，我感觉你可以躺下。1.8米。我发现了，这女人看车呀根本不看什么配置，就只看外观好不好看。这个车的外形我是相当满意，我就感觉整个的车型特别酷。本来我就特别喜欢那种硬朗的那种车型，居然觉得这车我相中了，我觉得真不错。我这样的，我把钱转给你卡里，然后按照你员工价，这些该有的优惠了啥的都给我整上，行吗？我现在就开走了，安排。我买那个便宜，那我粉丝想来买车，有回家吗？呼伦贝尔浩达东风风行 4S 店到店找小娟提卡丘，有优惠啊。